情绪再也压抑不住，文山一分局长蔡昌博激动落泪，绿营围城不断往前推挤，中山南路上爆发一波又一波冲突，第一线员警用肉身挡车，局长心痛的情绪崩溃。哽咽，话都快说不出来。文山一分局长蔡昌博声嘶力竭呐喊：“和平，和平！”片处声音都在颤抖，但蔡昌博快要被群众盖过的声音，似乎没能唤醒绿营群众的理智。蔡昌博自己其实也挂了彩，嘴角还挂着血丝。台湾人民的感情，心理压力是吧？和平叫，和平叫，好吧？和平叫，好吧？和平。但眼看着现场秩序就要失控，自己局内的员警却深陷危险当中，文山一分局长蔡昌博难过的不能自己，还不时用手擦拭脸上的泪水，怎样维持秩序又得要担心员警的安危，身为分局局长蔡昌博在镜头前忍不住落下男儿泪。